今天要谈左右手一起哈 ，Cradle the Song 第一个小节到第八小节 ，OK， 我们也可以叫做它的 A 段，就是 Part One 的感觉 ，OK， 好，第一到第八小节，我们来看哦，手指先摆好，对不对？怎么摆呢？我们的右手呢，大拇指放在咪，二指放在收，其他手指依序摆好。我们的中央 C 在这边啊，在这边，所以大拇指是在这里的，二指是在空了一格，所以手指摆好。左手要怎么摆？我们的五指在这个中央 C 下面一个八度的 C， 这样子摆好。所以你要看好，手指要先摆好，才可以开始弹奏。OK， 好，这首歌的话是 upbeat， 就是有弱起拍。OK， 所以右手先进来，对吗？右手要先进来，右手在第三拍进来，左手在第一拍进来，所以是一、二、三、一，听，看到吗？再一次，一、二，这里，才一起，听，所以你的左手呢是比较慢进来的，右手是先进来的 ，OK？ 好，我们一起看。这首歌弹奏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左手是伴奏的这个想法，右手是旋律的这个想法，两只手两个头脑分开走动 ，OK？ 所以左手是伴奏，右手是旋律哈、哦。所以右手是咪咪嗦，我们弹嗦的时候，左手就进来，试试看哈、哦。这个拉住，这个恰。停，先这样子，我在教你们练习的方法，所以你一定要跟着我的练习的方法，不要自己去 DIY， OK， 按照我的方法你就学得会。我们要怎么练？我们要先这样子，然后一起，这个拉住，这个恰，停，你是否做得到？这样子，这个拉住不要动，这个去恰，你有办法做到吗？再看一次，停，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这个拉住，这个恰，你有办法做到吗？所以第一小节是这样，停，你要这样子练，停，你一定要这样练，然后再加前面的，停。我们一起来试试看，跟我一起练哦，一、二，慢一点哈，一、二、三，一、二，右手拉住，停。哎，你们弹的时候呢，手不用摇哈、哦，为什么我要摇？我要给你们看到很明显的我这个拉住 ，OK？所以一定要练这个拉住，这个绷恰。接下去的话，又来咪咪和左手一起，停，看到吗？你这个第一小节第三拍，咪咪跟这里恰一起，然后再一起，停。所以这两个 slur 是这样子的，注意看哦。住，再来，这里要记得，这个咪咪的时候，左手也有一个恰，然后一起拉住，停。所以现在我们把我们练习的范围扩大，变成两个小节，对吗？好，我们一起试一次哈，一、二、三，一、二。一起，停，要注意第一小节的第三拍，也就是第二个咪咪嗦，第二个的时候，我们的咪跟这个恰一起，然后一起，这个拉住，停，再试一次哈，一、二、三，一、二。
好，当然是速度先从慢到快。接下来咪嗦哆西塞啦啦嗦，停。所以右手你练好了过后，我们才加上左手。这里也是你的咪嗦，左手也有一个恰，看到吗？恰咪嗦，然后一起哆西，停。要这样练哦。我们在第三个 slur 对不对？咪嗦哆西，左手一起，然后左手哆西，停，再看一次，咪嗦哆西，左手先用恰，然后嘣恰，然后再一次三，停。所以这里要注意，第三拍你的恰要先弹你的右手，才可以出来这个后半拍的拉。我再讲一次，我们看第三小节，恰，你的那个恰，第三拍的恰 ，OK， 就是这个咪嗦要先出来，你才可以弹右手的拉。所以是这样子，左手恰，看到吗？恰，再看一次第三拍恰，所以你这颗一定要先出来才可以弹这个拉。所以节奏一二三，三三，看到吗？所以是一二，再弹一次三，所以你这个一定要先出来才可以弹拉。OK， 所以我们要快速，这个拉拉是密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所以是这个先弹，所以也要一起拉拉，左手是四指咯，所以这里你要换手指对吗？右手拉拉手，我们是三四三，停，我们之前学过嘛对吗？所以三四跟左手的四一起停，再看一次哦，这里这个三换成四，左手在第二个拉的时候才进来，一起四指四指，看到吗？接下去三指跟一二，看起来好像很难对吗？但其实不会，我们再看一次啊，我们这个 slur 咪嗦哆西三，停，左手一起，左手先弹，换手指，停。所以你在那个啦啦嗦啦啦第二个拉的时候，左手才进来，这一二，停，再一次，左手的恰开始，再弹一次，然后换手指，停，再看一次哦，左手节奏要练好，我们一起跟节拍器一次，这里哈，一、二、三，一、二，停，可以吗？所以最后的拉收，这个收是这样哦，左手一二，右手收，拉拉。OK， 所以整句停，可以吗？好，我从头弹一次，拉住，这个拉住，换手指。
我们一起试一次，从头到这个第四小节哈。一、二、三，一、二，拉住，一起，再一起，再翘。可以吗？再慢一点，一、二、三，一、二，再翘，换，停，可以哈。好，接下去，我们刚才停在这边，拉手。然后手拿起来，两只手一起拿起来，再接下去弹 Re Mi Fa， 左手是恰，看到吗？左手是一二，然后接下去 Fa Re Re Mi Fa 恰起来，所以我们要一个 slur 一个 slur 慢慢练。这一句是 Re Mi Fa Re。Re Mi Fa， 对吗？所以我们左手是从恰开始，一二，接下去四指，然后再来四指，这个拉住，这个恰，停，再看一次 Re Mi Fa Re Re Mi Fa， 我们从左手的恰开始，然后再来蹦。六小节，你这个拉住，这个恰，再开一次第六小节，这个拉住，这个走。OK， 好，我们一起弹一次这一句 ，Re Mi Fa Re Re Mi Fa， 一、二、三、一、二。是第六小节哦，第六小节这个拉住，这个走，可以吗？再试一次这一句，一、二、三、一、二，拉住，接下去哈、哦，接下去也是第三拍，我们要换手指喽 ，Re Fa Si， 一二四。指法一二四，这里要注意咯。OK， 所以呢，你的左手一样，先从恰开始，停。所以节奏要注意咯 ，Re Fa 是一起的，然后这里西拉嗦在一起，第二拍，然后西停在 C， 也就是 Do。这个拉住起来，所以这一句也是不难，因为你左手是蹦恰恰嘛，所以右手再走 Re Fa Si La So Si Do， 左手先从恰开始 Re Fa， 然后 Si La So， 再一次 Si， 停在 Do， 左右手都是 Do Do， 这个拉住来，再一次，左手是四一二，从蹦恰恰的这个恰开始，再一次，停在哆，这个拉住，起来，我们一起试一次最后一句 ，Re Fa Si La So Si Do， 一、二。三、一、二，起来，再一次，左手是先从降开始哦，一、二，
以吗？ OK， 所以我们就练完了今天的部分，也就是第一到第八小节的左右手一起。当然呢、我的视频可能只有15分钟，但是你自己要练多久呢？你自己要练很多次，而且要分一个 slur 一个 slur 慢慢的练。所以呢，兴趣班并不是要追速度，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进度来走。好，从头到这边我来试一次、我慢一点跟节拍起。 OK，所以右手先进来，左手在第一个小节才进来。一、二、三，一、二。注意看了哈，一、二、三、一、二，一起。这个我们敲了敲，左手先。要分句子来练，一个 slur 一个 slur 慢慢的练，不要每天从头开始从头开始，而是要从中间那一个小节开始，可以吗？好，那记得要左右手分开练，然后才一起练，放慢速练，练很多遍才有办法上手。 OK， 好，那我们下一堂课呢，我们才来继续 part 2的部分，所以 part 1要先练好咯。如果先练好 part 1，先拍一个 video 给我看，那我们下一堂课再见，拜拜。